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还也是红海吗？崴你一下！我们需要休整一下。是休整还是撤退？一回事。是吗？白龙尊可会七十二变？ 全军出击！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 三个兵，兄弟们，今天再来找俺老孙吧！大家问问土地老王。 不让他比如啊！没关系，炮车我不要了。 这波回家看他怎么办啊！他已经没有药了，直接买一手皮鞋。 你俩我都不用交技能，你俩，我技能都不需要交，我有皮鞋，咱这闪现捏的死不死？是不是？搁有些兄弟直接就闪了，不需要啊！闪现 Q 一下，那沙扣跟船长就那么点伤害。 放眼儿我就走。
比如我，我让你比如，哎，就不让比如。玩他，让他着急放桶，没桶了，没桶了，这波他没闪。让你不带传送坐牢吧，玩个船长还带点盐，不知道咋想的，血性那么大呢。区那么低呀、啊！你给我点什么信号？吓我一跳！我就没办法，算了，换了得了。怎么区区那么低？哎呀，他区区打人，这刮痧，打半天没掉血。多兰顿加个鞋，确实没伤害，确实是没有虚区，不过我们也不亏。俺老孙正等着呢，这回有虚区了。哎呀，我的炮车！抠我都不让他抠，一下不让抠。比如我那不灭都不让他蹭。我今天还没打过别的英雄呢，好像我打过一个晚豪。刀法，死定了！收两个兵。交船了，你看起来很安详。这家伙打个船长一下上来俩，这把打呀，这把打的是海洋沙口，不对，海洋暗影沙口。
杀口去了，快点的。你好，杀口。这露露咋那么幼呢？啊？露露咋幼成这样啊？我天哪，打都打不动。船长赚了，船长赚了，你也没办法。那你们家人不劣势吗？中单都零杠三了，咱也不知道就哪那么多人玩那左一。你看，真是连个屁用都没有的英雄。我唯一啊看得上的就是那个左一配死哥那俩人，剩下的左一没一个玩的好，都是垃圾。怎么的，船长也出分离者呀？死了！哇，这分离者吸血可以啊！我这一下吸100多滴血呢，174。哦，这一个分离者加个扣吸有170多滴血，挺能吸呀、啊。神奇的左一，目光星灵，妖怪哪里跑？船长跟我在那玩活呢，是吗？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？能干什么？能。我往中路走嘞。先往后撤一下吧。我没有闪现呢。阿卡丽像个爹。他怎么让船长给杀了呢？大
我们家现在又缺伤害又缺肉，这不是缺不缺肉的问题。你说你玩个其他英雄吧，还能有点用；你玩个佐伊，你技能打不着又送人头，你说他有啥用？打了16分钟050，你说你连个助攻都没有。打个游戏16分钟没助攻，这是怎么打出来的？都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明白。这船长现在就都能跟我叫嚣了吗？阿卡丽呀、啊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这波可打不了。去下路收兵吧，这没法去了。哎，一个 Q 打400多，暴击了吧？我就是暴击了。左一出泳装是什么意思？左一出泳装没问题。哎呀，杀口！只是玩的人儿不太行，而且这是个蓝凯，那是个红凯，还能有点机会，蓝凯真是一点机会没有。20秒大，没有大招啊！一个薅着吧，看中塔能不能拔了。我快跑，来人了，快撤。我现在是真是建议玩一玩红凯，我就挺强的，只不过就是有点怕风筝。
那船长那么牛逼吗？我估计要开龙了。阿卡丽，你说谁能打得死？造孽呀！给薅着下当了，还行啊，快点跑！我还有个船，可以试试看。哎呀我！小淘气，怎么这么多技能干我呀？别错了哥，错了哥，哥扭。把船长杀了，扭是扭掉了，就是虚区有点高。嗯，这有灯啊，还行啊，打死了，还不错。就是谁能把这阿卡丽杀一把，谁？有没有人能把他杀一回？这么坑吗，兄弟们？哎呀，我你妹了！我一点魔抗都没有，我咋杀呀？那你还想我有多少魔抗？那你也不能让我上来500点魔抗吧？那都杀4-5个了，我1000点魔抗，它能有啥用？全死！这家伙可不敢野呀，这。这可没法野呀。跑。俺们家队友素质是真好。都打成这样了都没吵架，挺好啊，素质是可以的。
就是玩的人差点意思。一下，不敢移回来吗？先把那沙扣的技能给他打一手，守一下基地吧。你们守这里，我去杀这蒿子。我回来了，兄弟们，给我干一波。我寻思着，这怎么还不冲一波？就剩啥？三打五。这团长嘛是疯了是吧？一个人进这里，这人群之中，这再不把他杀了，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。机会来了，有个屁的机会，费死个劲才杀一个人儿。你看这凯隐什么时候魔中能出来吧？那凯隐装备次，凯隐玩也不行。阿卡丽一回都没死过，就是真就是一回都不死，这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死不掉。标记到我了，守基地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风龙龙魂动都动不了。这玩意透个纯就是挠痒痒。好肯定是不行，还不如给换了。叽叽，哎，我没死啊，我还活着呢。我操，我一秒就没了，他太猛了。谁猛啊？离群之刺啊，那不你养的吗？他太猛了，还好意思说他太猛了呢？他猛吧？我也知道他猛啊，谁养的呀？